不做部分，各位再看一下，我点这个加，点下去又来一个了。老师，我这个我不要呢，不小心点错了，在这里按右键，按右键这边就可以把它剪掉 ，OK 吗？啊，按右键叉叉就不见了。啊，点到这里，老师加什么？我可以把图片放进来啊，我也可以上传图片啊，图片在这里，图片在这里，在这个，哦，点这里，按右键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是删除啊，这个是复制，哦，再添加分支，再下一层，哦，啊，如果不要了，记得按右键哦，叉叉就是删除了，你看见吗？那点下去，老师，那这边有四个，来，第一个是文字的格式，老师我要换颜色格式，选起来加粗啦。不过这个画面真的有点小，要超连结去网站加图片啊，这边可以怎么搜索图标，要不要加一些打勾的符号，这边它可以做，其实操作方我觉得大同小异啦，大同小异，这个哦，你看来你试一下，如果不要请你按右键一定会点错的，好啦，这个点起来，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哦，选择造型，我希望这个是变成圆形了，按两下再来改一下 ，OK， 有可以不一样。来，主要功能它就是网页都是这样的，按右键可以来做，按右键可以解决大部分事情。来，再试。